你觉得哪一个好看？你最好看。干嘛带我来打拳？你长大了，把自己练强一点，才可以保护别人呢。怎么绑那么久啊？不会绑，帮你绑。你拉着我的手，一圈一圈一圈的绕着。哥，可不可以就这样把我绑在身边啊？好，陪哥练一场。哥，我真的不想打，可以不要吗？不行，走。我不喜欢你打拳，但如果可以站在一起。One， 左拳 ，Two， 右拳 ，OK。One，One，Two，OK，One。来 ，One，One，Two。这样，你的腰，这样，你打。One，One，Two。你出拳的时候，右手出去，眼睛瞄准敌人的鼻子这边。来，回来，来出去。出去的时候，你的腰就要带，腰要转，你的拳出去才会有力量。好，回来，再一次 ，one， 要看我，看前面啊。对，出去，出去 ，two， 对，肩膀放轻松一点，然后这样延伸过去，回来 ，one， 啊，不知道怎么呆啊，看前面。学会了，来，正式打一场。不要想太多，打就对了。轻松一点，手抬好就好。Ready， 来 ，Go。对，对。One two。注意，来，来，手架好，保护好你的脸 ，OK， 保护好自己。来，再一次，勇敢一点打 ，Go。来 ，Go。魏谦，总有一天。我会变得更强，我想保护你。你看，拳击手的身材都要控管好。你觉得？哪一个好看？你最好看。开玩笑的，又不吹头发。